师傅。哎，他怎么来了？来了。我佛慈悲，希望慧光不要放在。我怎么了？恍如天清地澈，一会儿又似雾里看花。我似雾未雾，忽迷忽悟。香山寺不容于我，怎么办？慧光，慧光，我是金甲神人，你想正得正果，怎么还滞留此处呢？大道并不遥远，你往南行吧。少林寺要天翻地覆了。我是来找祖师的，不是来挑衅的。别说是来找祖师的，过去你欠少林寺的账，今天该跟你算清。志仁，你快住手啊！慧光可是我的朋友，你别乱来啊！走开，否则我当你是一丘之貉。啊！
手！住手！看在祖师的份上，不要闹事啊！是师傅。哎呀，还有这碗饭，拿去给慧光吃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，慧光饿了一天一夜了， 我去给他送点吃的，反正剩下这些了嘛，啊。哎，不对。认真，不会有剩饭了。你太过分了吧你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你太过分了吧你！
我想你一定饿坏了，都怪我没法给你弄到吃的，而且这一时半刻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弄，你先喝点水充饥啊。知无，谢谢你，我不喝。哎，大师这样对你也太狠心太折磨人了吧。不，那是我自己在测验我的决心。我知道你已经原谅我了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我呢？师父，你是谁？我以前是神光，现在是慧光。师父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说错什么了？我不是神光，也不是慧光。师父，激光不是激光，神光也不是神光，慧光更不是慧光，我不过是我。很好，你终于放下自己，以一颗全心包容的心重新开始。但是你毁坏身体已是弱不禁风，如何习大圣禅法？我要知道，面壁坐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还要经过长久的磨练。你的决心贫僧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没有强壮的身体仍旧是功亏一篑，反而使身体更坏，得不偿失。啊，你不必气馁，贫僧教你少林十八拳和内力心法，让你强身易骨，转弱为强。多谢师父。什么？慧光已经来了三天，在洞外站了三天，也饿了三天。是啊。你们怎么没去送饭？哦，我是要送啊，可是啊，他们把饭菜吃得一点都不剩啊。慧心师父，你是少林寺的住持，你得说一句话。这，哼，我们让他回来啊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他要是肚子饿，自己不会去上房找吃的，我们是不会给他送吃的。你们，这不是我们心狠，而是要实现佛法里所说的因果报应。但佛法里也讲宽大慈悲呀，啊？没错，因果循环。但你们谁是佛陀，可以这样随便判别人的生死？没错，倪总持说得对，果报由佛陀决定，而不是我们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好去练，把你身体练好了再说。是。徒儿告退。慧光，来，快来吃饭。你这样不吃不喝的，佛门讲慈悲，不是陷师父于不义吗？知无，哎，你不是说他为了表示决心不吃不喝的吗？怎么？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哦，知无，哎，你待会儿有空吗？有空陪我练功吗？啊啊，还好。好。
我们有情，还是旧情复燃？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？不懂最好，最好谁也看不懂，谁也说不清。八卦八卦，我牵挂，什么样的人的心情找不到一个家，找不到一个家。这两个人是因为佛门有情，还是旧情复燃？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？不懂最好，最好谁也看不懂，谁也说不清。皇上现在感觉如何？舒服，一种飘飘然的感觉。气功有此功用，妙用无穷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啊。皇上，您可记得积极大将军的儿子激光？记得，不就是那个为了一个妓女气死娘逼死爹的那个逆子吗？皇上记性真好，这个人为了怕世人对他的道德谴责，所以他跟那个妓女又商量出一计，两个人一起出家为僧为尼，然后先后进入了少林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皇上，您应该很清楚，那是男欢女爱的最佳场所。他们把少林寺当成了什么了？少林寺是我北魏最负盛名的佛寺之一，也是我北魏最可骄傲的地标。所以现在听说，所有的香客和游僧都已经不再运上少林寺了。可恶！谁敢入没我朝僧侣辛苦建立的少林寺？哪儿呢？通知禁卫军，把那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拿下！是是，且慢。皇上，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在少林寺淫乱无度，还必须经过少林寺的同意才行。那就先拿下少林寺的现任住持。皇上，您别心急，您先听我说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是。皇上，现在因为达摩住在少林寺，所以少林寺的方丈不得不听他的。你的意思是达摩纵容这两个野僧胡作非为？正是。达摩不会这么做吧？不可能啊。皇上如果不相信，不妨找达摩来问问。我确实不相信，达摩已经是大德高僧，若为求证把达摩找来不太好吧，也显得朕这个皇上疑心太重。皇上如果相信达摩，就是不相信刘志。刘志请皇上另请高明。我是不要太冲动，朕马上下旨召达摩进宫，再旁敲侧击此事不就可以了吗？来，起来。皇上，恕臣冒犯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佛门的清净。哦，我知道知道。修行，我已收你为徒，在哪里修行还不都一样？不，
佛祖渡途千万，传法为止一人，弟子恳求佛祖大发慈悲，开甘露门为弟子传法。你想要得到我的传法衣钵，请师父成全。我也收你为徒，但传法之事，当初我确有此意，怎奈法缘未到，发生了这许多事情。现在虽然你有此决心，但果报未着，我担心误导佛门子弟，道果为因，以为只要最后放下屠刀，终能将过往一笔勾销。果报未偿，我愿偿，但如何偿啊？我不知道。那就等待机缘吧。机缘？这次不是机缘吗？师父，求求你成全我，成全我！凡事莫强求，强求就不是佛法了。机缘总有个极限吧。除非天降红雪。天降红雪？慧光，不要心急，只要你用心习佛，佛门自然有机缘让你成为我的传人。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，自然很难成为佛门的表率，但是天降红雪可以。少林寺所有弟子，希望为我少林寺弘扬佛法，大家志向一同。
性格决定命运，全是我自己的错，您反而受我连累。你斩断手背明智，我就知道你已和过去切断，是佛前境之外，你甚至会为法捐躯。慧光，现在我将你法号里一直有的光字去掉，表示你将以全新的面貌得道于佛法。为师就赐你法号慧可。谢谢师父。师父，慧可有另外一事相求。你说吧。之前在香山寺，我尝试修法，您知道我已全心全意侍佛，但我怎么做都没有办法使心里安静，请师父为我安心。好，将你的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这颗心啊。为师早已经帮你安好心了。哎，小和尚，快去通报皇上要召见达摩了。啊，佛法无边，持满动静，包容之心方是禅。祖师，但眼看着皇上召见。哪个皇上？本朝北魏孝明帝。师父，会不会是皇上想请教师父一些问题？北魏以刘芝为国师，有问题应该问他才对。程娜，是，你去回来者说，告诉他我在面壁，且山野之僧不安朝廷礼制，恕难接旨，先行谢过。是，祖师。师父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说？是因为我们？如果让皇上知道，你们比皇上重要，对皇上而言是难以忍受的。师父，可是你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错，是我自己不想去。好，别说那么多了，继续讲经。眼看着无知的人，哼，想不到达摩这般古怪，什么山野僧人，什么不安理智，朕身为皇上能不知道吗？是朕不在乎才召见他，他倒在乎。皇上，达摩那种人一向居功傲慢，如果让他来弘扬佛法，恐怕令人担心。再颁一道旨，叫达摩速速进宫，这一次叫达摩亲自接旨。是。圣旨到，达摩大师接旨。阿弥陀佛，家师让小徒在这里代他先行谢过。家师说他已过惯山野生活，且年事已高，不堪身上重任，祈请恕罪，就请大人回京吧。什么？我从京城奉旨后一路上马不停蹄，特来雷请大师，你总不能连面都不让我见就让我回去吧？家师施染风寒，且已就寝，实在不便见大人，小徒在这里代他先行谢罪了。少林寺一并谢罪。阿弥陀佛。你们走。启禀皇上，达摩这个人